好了，各位街坊邻居们好啊，那个今天跟大家伙宣布个事儿啊，咱们今天呢社区井盖维修，看着没，没有盖儿，大家伙走道的时候都要加点小心，好不好啊？好了，哎呦，天哪！我这要不像张璐给你铺上就完了呢，我还，好吧。实话啊，今天咱不能在这儿踢球，能明白不？啊、哦，这很危险。去。小姨，他们让我踢球。哎，打他。小姨，老师说打人不是好孩子。哎呀，你开大打他，用技能啊。哦，开大，丢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怎么还丢呢？还？啊？姐，宝宝。听小脸熟睡的，去上那边玩去啊！来，不是小米啊，来，小米你干啥呢？啊？干啥？管姐有事忙，让我帮她看会儿孩子。是啊，你都看孩子，你还是看手机呢？哎，正好你在，你等会儿帮我看会儿。谁帮你看还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咱们社区啊，这井盖维修没有井盖，你得看着点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哎，别碰我玩游戏呢！妈呀，这局我要输了！哎呀，不跟你说了。我。小姨，我球没了。哎，没就没吧，别管他。小姨，球不要了。守不住就别管了，撤回来呀。哎呀，快点吧，宝贝儿。咱们劝不动，咱们也撤回来吧，是不是？听小脸叔叔的啊，球没了，咱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井盖啊，你看啊，多危险！去上那边坐着去啊，听小脸叔叔的。哎呀！集合。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！大叔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干什么，于小脸？你干什么？你好没给我扔井里去啊！我正玩游戏呢，别捣乱！不是，你在这干啥呢？看井的吗？你来干啥来了？我来找你。我就说他心里有我。你说啥了？我就心里有你。别瞎想啊！我就把你当闺蜜。不是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就算当闺蜜，那怎么的？我在你心里一点位置都没有吗？有。有。我在你心里是什么位置啊？你在我心里就像天上的星星。那么亮吗？误会了，是多一颗少一颗无所谓。玉明啊，咱们俩我跟你说可是好闺蜜，你不能这么伤我，你知道吗？咱俩说正经事，来，球来给你。你看，妥了，宝宝，来。哎呀，这人美心也美呀、啊！拿着啊，这球找着了，给你。哎，我给你买的球，给孩子干啥？不是，这就是孩子的球，不给孩子怎么能行呢？我的，我买的。啊，他给你买的球，拿着吧。什么？我给他买的？你起来，这是我上星期给你买的，你还记得上星期咱俩出去干啥了不？约会？什么就约会？注意你的措辞，那叫友情会晤。妈还措辞？友情会晤这小词儿整的挺硬的，你。明明就是嘛，一个巧遇，你非要请我喝咖啡，还要请我看电影，我是不是都没去？是。你说这么多，跟这球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还记得当时咱俩路过一个卖球的，我问你啥来着不？你就问我于小脸，你会不会滚球吧？当时呢，我就是有急事儿没买，后来去给你买了，这不给你了吗？好好练练啊！我天哪，这就是一个带有爱情的一个小礼物，你知道吗？拿来吧你，宝宝，这球啊。我的不是你的，我的。
我的，知道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看我也没有用，知不知道？孩子小姨啊，这球我告诉你，可是我的，听着了吗？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听见了，别说了。于小脸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作为小区的保安，你不保护我们业主啊，你竟然在这儿利用工作时间你谈情说爱你。哎哎，小米粒儿，注意你的措辞啊，我也很没谈情说爱啊。哎呦，我跟你说我都听见了，什么又咖啡又电影的又合影的，我跟你说我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不是，那后面认球你听没听见呢？注意你的措辞。妈，我都懒得往下听。宝贝儿啊，你别伤心啊，这球确实不是你，去上那边玩去，去老实坐着。我跟你们掰扯掰扯，我这。小姨小姨，你看他们，啊、他们抢我球。哎呀，明白了，你小姨给你出气了，你站那坐着吧，放心吧啊，我没抢你球，我告诉你。后面的你更应该仔细听，明白了吗？是我明白了，主要啊是你骗小孩球。什么叫骗呢？我又抢我又骗呢我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球确实是秘密给我买的，明白了吗？为什么买呢？他想让我练滚球了，练好滚球了以后就离他远点。你啥意思啊？黄子，哎，行了，你别狡辩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保安。看来啊，我非常有必要跟我大姐夫反映反映，更有必要让物业换个更有素质的保安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怎么跟我素质还扯上了呢？小妞，我跟你说哈，这球真不是你们的啊！哎，是你的，是你的，行了吧？多大个事儿，我再买个新的给他不就完了吗？孩子，走回家。你先等会儿，等，别走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不是这个球的事儿了，现在是我人品有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必须得跟我说清楚啊！咋的？这球我都不要了，咋还不让回家呢？你们这都干啥呢？啊，跟你们说话吧，头抬起来。哎，不就是个球吗？秘密，嗯，你这球，你非得给啊？于小米粒，你球非得要啊？这球我不非得要啊，我那非得给呀、啊？那跟他有啥关系啊？谁知道呢？真是的，我来，宝宝你坐这儿，你别动，我今天我就跟你俩还白痴不明白了啊？跟你们说话，你们得看着我。谁呀、啊？我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又来一个，看着没？不是，你挡我道干啥呀？乞丐，乞丐，乞丐，你就扑通一声了。我告诉你，乞丐，看着这啥么呀？井啊，还井？你看，又低头玩手机啊！边走道你边看手机，你不说话呢？怎么还看手机？看着我，看啥呢？看新闻呢？一个人低头玩手机，嗯，掉井里了。哎，说的正好啊！现在就有一个人低头玩手机，如果不是一名帅气的保安把他拦住，他现在下去了。我掉里了吗？哎，就是我说的什么？我掉里了吗？当时我掉里没？我没掉里。对对呀、啊。我没掉里，你搁这叭叭啥呀你呀？啊！行，你看着没？大伙都看着没？这还我叭叭了，行，叭叭点别的啊！你从那边过来的啊？啊！看没看着这个球？看着了。在哪看着的？在你手里呢。什么在我手里呢？从那边路过的时候，看没看着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个球？啊，嗯，看着了。今天早上，我说刚才今天早上，你咋不说去年呢？但我就是今天早上看到的呀。一个小孩玩球，嗯，我把他撞倒了，他起身很有礼貌地对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完了，宝贝儿啊！啊，对，啊，就他，你妈，宝宝，过来来来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你饿呀？啊？叔叔，我早上玩的是不是那个球？对呀。可是小脸叔叔说是他的。不是。我的妈呀！这家伙。无耻！哎呀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抢小孩球。你现在不应该站在这里。我应该站在哪里？
情理。哎呦我去！你看，我没冤枉你吧？不是，小米粒啊，你得听我解释。哎呀，你等会儿再开呀！卖了，我这儿有事儿，完了，我开了。不是秘密啊！揍他！小倩儿，此时此刻你应该替我说点什么。小米粒啊，玩啥呢？这个，哎，我也玩呀！你啥呀？我带你们躺赢，我选刺客啊！我选法师。我选的，上一边！哎呀，这，气不气人？这孩子，你说他还学我？你说，哎呦我的天哪！看着没，你就拿这种低头族，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说你跟他说话，他真不看你呀，他呀。行啊，宝宝你放心，他们三个看不着这个球，我上底下我问问去啊，我看看街坊邻居看没看着。哎呀，美女。你好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哈看手机呢。这还说话好听，像唱歌似的。看手机呢，看啥呢？这不看你演的小品呢吗？不是，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有点乱。我在台上演小品，你看什么手机呢？看上一期的呀。看上一期的，我在下面演的巴巴的，你看上一期的。以后趁热看，记得看首播。哎，兄弟啊，啊，我问你点事儿。问问别人吧，我不本地的。不是，我不问路。你问不问路？我走下路，我打辅助。你打辅助，你辅助，你走下路。希望你在下路一路顺风。好嘞。你看。不光是都看手机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小伙子，人家也没看手机嘛，是吧？你没看手机啊？我玩死机了，玩死。儿子，你管姐，管姐，小脸儿，哎呦，你咋在这儿啊？看井盖呢？是。哎，这一上午辛苦了啊。没事，你。你是看着我说话的吗？啊，我跟你说话，我可不看着你呗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天哪，被人直视的感觉是那么的爽啊！啊，小脸，今天这是咋的了？不是咋的了，关键你看看他们三个啊，像话不像话？就拿着个手机，并且你说坐着玩也就罢了，他们是什么的呢？边走道边玩手机，你说这个景啊，要不是我在这拦着，他仨呀，基本现在在底下玩游戏呢。我还不确定这底下信号好不好。这一上午你这心操的，你说，呀，你说，你看，你这个球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这球，刚才那边有人说早上看见我儿子在这踢球，踢丢了，让我给送来。这就是他，关姐，你来的太是时了。哎，咋跟你这一模一样呢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来呀，这事儿就水落石出了。你看着啊，那个谁，小米粒啊，你别玩，你别看看这俩球，哪个是咱们子路的呀？随便能踢就行。哎呀，小米粒还玩呢？哎，管姐来了。哎呀，小倩儿也玩呢。哎，话呢？管姐来了。秘密。你也在这儿玩呢？关姐来了，我来了，还都挺惊讶，才看着。是啊，不是你们仨都搁这玩啥呢？这都搁这打排位呢。我说你们赶紧把这手机放下。不是我说，就这个井盖是咱们小区物业组织维修的，对不对？小脸在这儿看着，就是为了防止这居民来来回回的发生危险，你是不是？你说你们几个低个头玩手机，还冤枉人小脸？哎哎，
怎么又低上头了呢？这手机这么好玩吗？谁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不能在这儿低头玩手机，太危险，好不好？小米粒，你带个头回家吧。啊，该吃饭了，回家吧。回家。去。哎呀，别往我身上撞！右转，站一排，往右转。哎呀，看着点道啊！我的天！哎呀，儿子。这太让你费心了。是啊，但是你还得再看一会儿。没问题啊，尤其是看他低头玩手机的，一定给他拦住，是吧？放心吧，我们先回家了啊，回家吧。来，跟小脸叔叔拜拜，拜拜，叔叔，受累了，受累。哎，我你前面有道，你也慢着点啊。儿子也看路啊。好了，拜拜。哎呀，我的天哪啊！街坊邻居们都看着了吧？台上啊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啊。你想想啊，边走道边玩手机啊，你岂不知前方有多少个危险在等着你？走道就是走道，看手机就是看手机，怎么能边走道边看手机呢？对不对？希望大家伙走道的时候放下手机，抬起头，挺起胸，大步往前走。我坚信前方的美景更加漂亮。哎呀，这边的车往这边啊，这井盖不行啊，往这边点，哎，小朋友，咱那边玩去。